如果没看错的话，你们组对外联络和对内工作分配都是你在做。是的。为什么？受刺激了，在当与别人当面指说我们公司是高级组装厂。其实啊，我儿子啊也说过我，还问我研发部为什么那么不争气，是不是在混饭吃？这些给你们参考。谢谢李总。你们申请的权限，我给你们3个月，3个月后给我出报告。总要试一试。刚才说到你们组的工作需要有人来抓个总，但实际上你已经承担起了这抓总的工作，我不能假装没看见让你吃亏。我决定升你为组长，在你原有工资基础上涨6000，你考虑一下。然后回去和另外两位呢，适当的透个底，做好安抚工作。想好了给我回复。谢谢李总。比如，这回你们很有血性的企图想提升产品品质的计划，如果通过可行性评估，那你这个组长就可以加分。其他的加分以此类推，加分对应的是岗位工资的提升。